it going? Hey. 我今天去吃个 burger 吧 ，Let's go, skate.后置的好了好，我们今天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事情要做，你知道各位这是什么吗？如果你大家在看新闻的话，应该知道这是什么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就是美国有一个可能他算是艺术家吧，然后他用马拉松来跑出这张图。他这个图不是用画的，不是大家可能想说什么用画，不是，他是就像那个 GPS 定位，然后这样。跑，然后绕出那个什么，绕出这种线条，然后才有这个画。所以我今天也要来画一个东西，但是我不是用跑的，我是用滑板。然后而且听说他这个啊，他这个挑战就是说，你只要走错路，你就要重画，因为他就不能再回，大家就不能再改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试试看。所以 ，How's it going? Let's get it.Yo, how's it going? OK,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要滑的路线了。出门溜溜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滑一个火箭的图案，我们就是滑板艺术家徐兆，没有啦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用一个随便一个 APP, 然后它让我做 GPS 路线，这样就是会有，就是如果跑到哪里就有足迹，这样所以才能画出我要的火箭。好，所以我们直接按开始就可以了。好，过完这三秒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喽。好，出发 ，Let's go。路线这样，哎、欸，拍到吗？就这样一条，然后继续保持继续。跟着我溜超累了，到时候那样过去，我们才能画到一个火箭的那个身体。所以我们要在那边溜进去，然后再溜出来，才能做一个火箭头。在里面绕好久。
sick， 好凉哦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公布我们的终点，公布我们终点喽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，按暂停。我们总共溜了3.24公里 ，OK 吗？然后，总共是20分钟，然后平均配速6公里。好，我们现在按暂停来看，看一下我们的路线图。Let's go。有吗？哈哈，这是我今天的艺术品，各位喜欢吗？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再帮我在下面帮我按个喜欢。如果你们还要我做什么挑战，可以下去留言一下。OK， 我们这边他妈超累的，我刚刚这样一溜过来，累要爆炸，真的是累要爆炸。然后路上也做了一些小招，我们就是因为真的太累，然后其实。干嘛说？就是因为我其实还蛮想在路上找一些板点来玩，可是就是怕就是这个路线会乱掉，所以我就没有去玩。我就只是在路上做一些小招而已。我们今天的挑战在这边结束。然后如果你们各位喜欢的话，就是你可以在下面留言，要做什么挑战都可以。然后我觉得今天画的那个艺术品，你们大家可以评评看我这个火箭到底好不好。好，然后今天影片就在这边结束，然后帮我按个喜欢，然后记得不要忘记出门溜溜，多出门溜溜啊！但是不要像我这样在路上滑，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这样在路上滑，有时候我还是会怕的，就是还是不安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滑板不是那么好掌控的，但是因为我已经滑了大概蛮久了，所以但是还是不要像我这样啊，就是不要模仿，我有练过，怎么练呢？不告诉你，好啦。多练板，然后订阅我，就是拜拜 ，See you guys， 滚啊，滚啊，滚啊！